Welcome to Mandarin Corners, HSK Vocabulary Level 5, Verbs 331 to 360. 第331个, 围绕, 围绕 means to concentrate or focus on. 大家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332个委托 means to entrust. 他委托律师办理财产继承的事，并签下了委托书。 他委托律师办理财产继承的事，并签下了委托书。第333个闻 means to smell. 他在煮什么东西？闻起来不错。第334个吻 means to kiss. 他在他的前额上吻了吻。第335个问候 means to send one's respects. 请替我问候你的太太以及你的孩子。第336个吸收 means to absorb. 热量被水吸收了。第337个系 means to tie. 我的鞋带松了，我在系鞋带。第338个吓 means to scare. 你把我吓了一跳。 第339个下载 means to download. 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下载PDF文件。第340个 显得 means to appear. 一穿上高跟鞋，它显得成熟多了。第341个显示 means to show. 测试毫无疑问地显示她怀孕了。第342个相处 means to get along with. 大家在一起相处很融洽。第343个相当 means equivalent to. 这座城市的人口相当于加拿大的全部人口。
第344个相关相关 means to be related to 运动和一个人的健康密切相关运动和一个人的健康密切相关第345个相似相似 means similar 你的脚踏车和我的很相似你的脚踏车和我的很相似第346个想念想念 means to miss 你想念家人吗你想念家人吗第347个享受享受 means to enjoy 我很享受跟你在一起的时光我很享受跟你在一起的时光第348个想象想象 means to imagine 你想象过一个人住在荒岛上的情形吗你想象过一个人住在荒岛上的情形吗第349个象征象征 means to symbolize 元宵节那天家家户户都要煮汤圆因为它象征着团团圆圆元宵节那天家家户户都要煮汤圆因为它象征着团团圆圆第350个消化消化 means to digest 这种食品不易消化这种食品不易消化第351个消灭消灭 means to exterminate 我们要消灭所有的蟑螂我们要消灭所有的蟑螂第352个消失消失 means to disappear他在压力下崩溃了消失了好几个月他在压力下崩溃了消失了好几个月第353个销售销售 means to sell 他在大力销售他的产品他在大力销售他的产品第354个歇歇 means to rest 我一定得坐下歇一歇我累极了我一定得坐下歇一歇我累极了第355个协调协调 means to harmonize 那栋新楼与周围环境不协调那栋新楼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第356个欣赏欣赏 means to appreciate他工作勤苦老板很欣赏他他工作勤苦老板很欣赏他第357个行程行程 means journey
整个行程中他都兴奋地说个没完。整个行程中他都兴奋地说个没完。第358个形容。形容 means to describe。你能给我形容一下那个小偷的模样吗？你能给我形容一下那个小偷的模样吗？第359个修改。修改 means to revise。我们需要修改我们的报告。我们需要修改我们的报告。第360个叙述。叙述 means to relate。他向朋友们叙述了事情经过。他向朋友们叙述了事情经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请给我们点个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Mandarin Corner。 下期再见，拜拜。